来吧，赶快服用吧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天下大吉。是张角，继续放任他为所欲为了。此次讨伐的头等功劳都让你给捷足先登了。你是何人？如此可疑。这是何等不祥之气？真没想到，一看见此等邪气竟毫无惧色，身为一介义勇兵，未免屈才。我等孙氏一族，骁勇善战，堪比猛虎。凭我孙氏之尖牙利爪，他日定可成就一番大业。然则那邪恶之气将来必成大患，且看旗鼓相当之你我二人，何者将率先撕碎这笼罩世间的黑暗？将此事通报曹都尉，孙坚先行一步。莫非气的紊乱是那个人造成的？必须尽快告知师父。你要一起来吗？
you